以及稻作已经进入采收期，就伫农民准备收成的时阵，新港乡全厝村煞有将近二十公顷的稻田出现稻丛倒去打蛇状况，予农民是要哭无目屎。相关单位前往查看的时阵，初步认定是受到挥洒汤害。新港乡民代表陈玉琪表示，希望政府甲中央会当补助农民，予农民袂了伤济。原本准备收成的农田是非常的水，但是边啊另外一边的稻仓却是倒了将近四分之三，而且全部死去。啊，迄落咱即位吼，咱新港全厝啦吼，啊，咱遮做遮农做田的农民啦吼，即位安尼就造成了这病虫害伤害吼，一阵雨落去吼，规个全面差不多三四成的稻啊吼，拢倒啦。啊倒啊，佫无重要，重点是倒了佫打去，稻仔拢死去，拢打去。然后，那你若讲倒了啊，迄落啊，佫稻仔佫有法落采收，吼、哦，倒了倒啊，完全拢无。这病虫害是足严重的啦。我前迄落进前伫网络都有看到讲这灰沙的问题，所以我在八十天的时阵就涂药，吼、哦，涂药时阵就预防性涂药，到十七天的时阵佫第二次涂药，但是吼涂药了三天。整个田拢打了了，我受害的民众吼，上少拢五十趴起跳。啊，我即摆来讲吼，这吼病虫害那遮严重到讲，我有打甲人比较，人涂无涂药的吼，无涂药这赫菲斯的药的人吼，人受害是加10%、20%。我涂药的时阵，涂药两遍时阵，我的受害面积拢超过50%以上。新港乡民代表陈玉琪表示，真侪农民拢走来认证，到了现场才发现状况是相当严重。初步查看，至少将近二十公顷面积的稻米全部死去。因为有接到吼，咱的民众的认证吼，讲这礼拜咱的稻啊就已经要收成啊，结果吼才发现讲吼，咱即届咱稻啊吼，即届拢倒足多的啦，倒足多片，足大片的，将近要超二十家的这个面积了。啊，即摆吼邀请咱的这个农业处吼。咱的相关的人员，啊，搁有咱农会，啊，搁有咱农药，唔知是甲农药，还是讲本身伊会讲有一些那个病虫危害的问题吼，大家拢需要来厘清，哦，啊，互咱一个农民吼一个生活上的保障，啊，若无吼，即届安尼稻啊，真正是损失真多，啊，毋忙咱政府单位吼，会当认真用心甲阮了解一寡原因吼，啊，针对咱的农民一寡需求吼，替因争取一寡补助安尼。台中农业改良场查看广富农业处所采用的样本了，表示可能是核废水所造成，但是安尼的虫害以往拢伫九月、十月才会大规模出现。初步判断可能是因为去年乱冬地鼠虫量增加，以及稻作喷的农药量无到台西，跩可能已经出现抗药性的虫体，将赶紧研究补救农药配方，好立即稻作莫阁发生安尼状况。新中华新闻李炳宏新港采访报道。